2008年，赵本山在铁岭风光嫁女，曾引起了诸多媒体以及网友的关注。当时在女儿赵玉芳的婚礼上，赵本山站在台上，曾煽情地对女儿说：“在你12岁的时候，我就离开了这个家，对你一直照顾不周，但我心里一直有你。今天是你结婚的好日子，我比你们还高兴，兴奋的一晚上都没睡。我现在年纪也大了，不介意早点当上老爷。”2009年的8月，赵玉芳圆了本山的梦想，为他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外孙子，赵本山从此晋升为老爷。对于这个小外孙，赵本山始终是疼爱有加，关心他的成长。如今赵本山的外孙已经8岁了，还参加了一部电影的拍摄。近日网友曝光了赵本山外孙的正脸照，这孩子遗传了外公的表演基因，精灵古怪，表演得非常棒。据悉1991年5月，赵本山与赵玉芳的母亲葛淑珍和和气气地办理了离婚手续，随后他们25万元的全部积蓄，一幢31厅的房子和一辆旧夏利汽车全部交给葛淑珍和两个孩子，自己选择了净身出户。